约伯记第三十九章一节，山里的野山羊第时生，你知吗？摩洛生子的期，你会看出吗？因怀胎的月数，你会算吗？因什么时生，你会知吗？因屈身坐子，就拄着痛苦。这个子渐渐悲壮，在山野中大，去就无过回来。五节，是什么人放野驴出去自由？是什么人偷开山驴的锁？我用旷野做伊的厝，用咸的地做伊徛起的所在。伊啼笑城内的喧哗，唔听赶精神的话声。八节，遍山是伊的草场，伊也找各项青翠的蜜，也有甘情服侍你，甘情歇伫你的左边。你敢会用锁将野牛绑伫犁沟吗？伊敢肯对你背山谷的地，敢通因为伊的力大就挖去伊？敢通用你的工交代伊做吗？敢通信靠伊将你的粮食运倒来，搁收集你五谷场的五谷吗？十三节，道教的食欢喜第一。敢是很慈爱的失感问吗？因为伊将卵放伫地里，伫土山得到烧炉，却想袂到火卡立着，也是予野兽打着。十六节，伊无可能伊的囝，亲像毋是家己的，虽然坎坎落苦，也无为囝化炉，因为神予伊无智慧。也无予伊有灵巧，伊虾米是天神天开时就踢笑马、甲骑马的人。十九节，马的大力是你所赐予伊的吗？伊颔棍顶的长的脏，是你甲伊抹的吗？是你予伊跳跳，亲像草莓吗？伊展威碰碰好，予人真通惊。二节。伊伫山谷中用地白土，家己欢喜伊的力。伊出去迎接带兵器的人，伊踢笑通惊的事也无惊吓，也无因为刀剑活动。二三节，种地甲光烂烂的枪，以及地枪，伫伊的心上强强吼有声。伊发明力的大生气。将地吞落去，一听起扫角的声，就唔定定徛地。二五节，见那扫角弹，伊就讲：“啊哈！”伊对远远鼻气高震，佮听起军长大发雷声，佮兵丁化险。二六节，老鹰直飞，天开时直直往南去，敢是靠你的智慧吗？大英庆冠在冠的所在做秀，敢是听你的吩咐吗？伊踮伫山岩，徛起伫山尖，甲坚固的所在，对遐找食物，目睭金金，看远远。伊的囝亚述会受胎的人伫倒位，伊也伫遐。